亮亮，听说你在同志圈，同志圈也会歧视同志。对，同志圈会歧视同志，但是妈妈，我没有出柜，不是，还不是同志。但是我要解说的是，因为同志圈，我们演艺圈太多，不管是男同志、女同志，男同志，尤其男同志很讨厌 CC，CC 就是像我这种娘的，还有太胖的，还有太瘦的。哦，都有集合，就是我不够瘦，然后也太胖，一块鸡大鸡鸡的那个很快的大鸡鸡，然后也太吸，就是很娘这样子，喝水都会翘小指这样。对，就是这样子。你不用翘小指，就会被排挤啊！没有人会喜欢这种的，都喜欢那个哦，很壮啊。你是真的喝水就会翘小指吗？没有啦，以前不自觉会，我看哎、欸，拜托，我看到那个有劈腿那个男生也会。这样翘很正常，男生也会翘趾，好不好？ Uh-huh. 对啊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人格、就是、个人的特质，人格发展，可能小时候遇到什么状况或怎么样，可能因为有时候这样子冬季练歌这样喝，觉得好像比较舒服，可是有的这样子哪比较稳啊？嗯，很烫，有时候杯子很烫啊，就这样拿、啊，怎么样？不能这样拿是不是？怎么样不行吗？翘就翘，就翘高一点嘛，拜托，那个很歧视吗？对啊，医生一直在拿。哦，那你。啊，你刚刚讲说胖的、娘的、瘦的，对，哦，都会被歧视，不吃香，不吃香啊，不是主流。那主流是什么？哦，这种胸肌很大块，越练越大块，然后还会震动的，然后这边6块。馆长。哦，那个有他的族群，对，因为他喜欢被那个便当爆嘛，就可以找他。便当爆什么意思？可以上网查。对，想要先挖洞给我跳。据说你也会被亲戚歧视哦。对啊，我。其实你知道我这个人有，就是长到进入演艺圈之后呢，长大的时候呢，因为遇到阿德老师之后呢，我开始会把一些比较不干净的东西呢，或是不开心的东西，把它放在内心深处，就是把它那个 let it go。可是没想到每次上，想说，哎，不行，这个世界上太多弱势族群了，来信哇哇哇就是要帮弱势族群讲话，所以我就从里面把它挖出来。我发现呢，我小时候呢，到现在，我的那个男性的亲戚友人。有一次他就是我们可能家里有什么家族有什么事呢，要跟他住在去他家住在同一个房间，可是他就是会有一种不想要跟我同一个房间的感觉，可是我没有睡同一张床，你睡你的床，我睡旁边，或者是我睡地板我都 OK， 你就叫我睡衣柜我都 OK， 可是你不要那种哎他跟你睡了啊这样子的感觉，没有讲话但是啊，不然就是哦，哎拜托你打呼这么大声我都没有讲你呢，因为讲什么，那你就可以睡衣柜啊，我睡 OK 啊，我 OK， 我睡哪里都 OK， 我很自在。但是你不要用那鄙视眼神跟我看，我从小到大都看我还往。是你鄙视他，从小就没有，对方可能是以为说，我跟你睡觉好危险，会不会晚上扑上？我会对你怎么样吗？你是菜吗？你长这样，你要不要照镜子看看？拜托，切破狼 H， 切破狼 H， 拜托记得。没有，你就把你讲的恁家恁亲戚，搞不你夸哦。Who cares？ 人就这么一次，生不来带来，死不带去，这样子。因为有很多直男都会误。以为是说，那个只要同志啊，什么男人都是会爱的，哪有啊？拜托，你自己也是可以喜欢别的女生，你这个交一个，这个交一个，然后又这个家里有一个，然后外面有一个，我都不讲了，对不起。晚上睡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有碰到你吗？没有，他没有碰到，他就是没有碰我。你现在是讲真的讲假的啦？没有碰我啦，睡觉啦。不是因为晚上你睡觉总难免会碰到嘛，有些不同的床啊，没有不同的床，不同的床，他比较大张，他睡下是几，然后我睡边。哦，因为他家也发生事情，所以不能睡那个那一间房间呢。哦，了解了解。那你像你这样的人，在当兵的时候会不会受苦？哦，当兵的时候我超害怕的哎，我本来是很害怕是。就是被霸凌，因为我从小就是被霸凌。我国中就上次有讲过嘛，国中的时候就是上课板擦、粉笔、桌子都是，然后一台就是当他睡觉的时候就被看破，对，打，而且还是我最好的朋友一直打我。上次有一个艺人说什么他肯怕凌人，没良心。然后过来的时候，我觉得当兵的时候呢，我本来刚开始觉得很害怕去当兵，所以我都一直在延，就想要延，或是延，就是用工作的理由去延兵役，可是没有办法。然后呢，很多艺人演艺圈艺人朋友呢就说，哎，没关系，亮亮，我跟你讲哦，当兵呢不是会到那个背包带吗？你就里面放 KY， 放什么棒子，你就这样就可以免疫了。我说怎么可能，还不是要检查。然后去当兵的时候，我发现我有因祸得福的状况，就是因为那时候下部队嘛，虽然他们后来第一天下部队的时候还不知道，因为有点暗。第二天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刚上康熙来很多节目，他们发现，哎，连长也发现说好像。很熟悉，然后去查我资料，查，因为军中很奇怪，他连你高中什么，你做过什么，他都知道你的所有资料档案。后来我想说怎么办？那个部队
下部队只有200多个人，只有4间浴室，而且每个人都裸体，我是 OK 啊，因为我其实不怕被他看，我很爱露的人。可是我想说怎么办？冬天那么冷，热水就只有学长可以洗，然后6点半吃完饭，8点就要集合，我就来不及，200多个人怎么可能洗得完？所以我就想个办法，我想说好吧，我就利用我特性，就故意这样很娘这样子。哇，好大，好饿，好想。然后还有一个学长听到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说好大，好饿，好想。然后他就说：“哎，亮亮，你先洗，没关系，你先洗，你请请。”我说：“学长，不要一起洗吗？快来不及喽，8点要集合哦。”他说：“没关系，没关系。”所以从此到退伍，我都是自己洗澡。哦，这招高招高招高招。